情发生后，我市高度重视市场供应工作，在之前措施的基础上，持续推出保供稳价措施，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的生活正常。目前我市蔬菜、粮、油、肉类储备充分，主要肉类产品和60种常见蔬菜批发价格和各社区的蔬菜直销店价格已基本回落到疫情发生前的正常水平。